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不是六一儿童节快要到了吗？你们收到礼物了吗？我老爸提前给我买了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。纳尼？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们千万不要眨眼啊，这个太炫酷了！你看这么大一个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森宝积木99A4主战坦克，你们看这么大一个，炫不炫酷？我的天哪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是我有史以来拼积木那个积木数啊最多的一个，你们看它这里啊，有2748片啊，这真的是太多了，而且这么大一个，这个我跟你们说，它拼起来还可以遥控的。我死狗哎！然后呢，我老爸他把另外这四款也给我买来了，这个四款呢，它叫那个96B主战坦克。小妹妹，你们看它这四个拼起来就可以合成这么一个坦克，就是这个96B主战坦克，你们看这个也是特别炫酷的。这个小坦克我就交给我老姐了，嘿嘿。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给打开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Later。哇塞，太大了！ Wow、哇，它这里面分成两盒的。对，拿出来。太帅了吧！对，那必须的。好重啊，这个。把它这样倒出来。好。哇塞，我是越看到多的积木，我就越兴奋。这个盒子有用。好，全部拆开吧。来。好。小朋友，你们看这个说明书也太厚了吧！我现在拼这种乐高是非常有经验的，我以前都傻乎乎的，就是他这个以前不是都分好类的吗？我全部拆开到一个大箱子里，我以前那个都错了。纳尼？你们看，他现在呢就是要先按这个顺序，先拼第一步，就是把这个先拼一，然后再拼二，再拼三，这样子拼的。哇塞，这里面还送一个这个。拆的哦，这个是拆卸工具。我们把这个先放那个三六零五。哇，这个零件做工好像很不错。对，对吧？很有光泽度。嗯。老爸，你看啊，我花了一个小时把这个第一代给拼完，拼完以后长这样子的。第一代拼完了。啊。哇塞，很高科技啊。嗯。现在来到第二天，老爸。嗯。你看啊，我现在要装这个履带了，这履带，哎呀，真的帅。真的是很帅气的哦。嗯。这是坦克，对，履带。我们把这个位置给搞好，看一下。嗯，装上去，靠中，牛！哇塞，帅！看一下，小翔同学现在正在封装这个坦克的顶部，哇塞，超帅气的。老爸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你看我要装这大炮了。装大炮了？嗯。这是最后一步了吗？没有，我还要把那个电路给连上去。哦。帅不帅？哇塞，太酷了吧！连上电路，咱们来测试一下怎么样？好的。Later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我整整经历了36小时，终于把这一辆99A 主战坦克有2700个零件的坦克给拼完了。你们看，拼完了帅不帅？而且它还能遥控呢。小伙伴们，它这个上面部分是可以旋转的，我给你们来演示一下。哇塞，哇哦！你们看炫不炫酷？这也太酷了吧！那肯定。哇塞！我的天哪！太帅了！那小伙伴们。我们换个场地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履带怎么开的。我们去下面玩。好的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看这两个可以旋转。哇哦，太酷了吧！后退能不能退？后面。啊。后面呢就是这样的退。可以退的是吧？哇哇哇哇哇！太帅气了吧！啊。这也太帅了吧！啊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大炮呢还能发射的，特别好玩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哇哦，这也太酷了吧！后退，后退，进入作战模式，厉害！小笨猫，这个坦克不仅能在平地上开，而且它还能过障碍物。我现在放一个我的 iPad， 这么牛的？嗯，这个能开过去吗？可以啊！哇哦，果然能行。
那再放一个大一拍，他还能过去吗？肯定能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把那个大一拍也拿过来。Later。你位置没调好，对。好，走。好，现在可以过去了。哇哦，上。能过来。哇塞，太牛了。小伙伴们，这辆积木坦克，你们说牛不牛啊？太牛了。小伙伴们，给他点个赞。